让漫画更精彩，熊熊动漫解说。史爬羽的眼睛，在浅草袭击诸事的史爬羽其实并没有失明，虽然闭着眼睛，但眼睛却是可以看见的，只是由于手心的眼睛用起来更加方便，所以才给我们失明的错觉。如何加入鬼杀队的瘾？瘾的准入条件有两个，满足其一即可加入。第一个是因为受伤而不能继续担任队士的人，第二个则是没有通过最终选拔的人。如果他们依然想在灭鬼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就可以申请加入瘾。顺带一提，瘾中的后藤今年23岁，而且是单身哦。谁给我投币，我就嫁给谁。无惨对半天狗和玉狐的态度如何？无惨对半天狗特别无感，既不喜欢，也不算讨厌。虽然偶尔会被他哭哭啼啼的样子搞得很烦，但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。无惨对玉狐则是满满的欣赏，因为玉狐制作的狐非常漂亮。当然，好看不好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。